就那个啊，你知道的吗？好吗？好，一二三，干杯！啊！等下就是我、啊。好，不要再强辩了。他没有说什么民雄还是嘉义啊？对啊，台南，他是台南的彭于晏，就是我。他是正港的彭于晏。你看他连那个烟都不会。而且像中正彭于晏，中正彭于晏是黄崇智。没有，台南彭于晏是我。好，没有标示清楚。下一题好不好？这里就算了。这里就算了。对，这里就算了。